他说没有这个时间开了，好早啊。早安，我准备了莲雾的早餐。熟悉的时间 ，Hello。早安啊，大家！星期四了，后天，哎，后天对，后天就要见面会，好期待紧张。我觉得我见面会比较没有那么紧张，演唱会比较紧张。大家心情如何？我都每次这种大型的演唱会，或是活动前，我都会努力的让自己放轻松，告诉自己没有，就是如同往常一样放轻松。还有大家午安，见面会也有表演，而且我昨天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就是吃完饭之后，然后就在电脑上看了2个小时的偶像女团的 YouTube 影片，看了2个小时、欸，我看了 AKB， 然后又看了 K-pop， 就是从 J-pop 看到 K-pop， 然后就一直都是在看舞台表演的影片，或是节目的那种影片，就是表演的影片，然后就觉得好好看哦，果然还是很喜欢女团，我也是一直看 AKB 的，因为想说去看一下前辈们表演的样子，就是自己表演的歌，然后去看一下前辈们表演那首歌的样子，然后就去查了一下，然后就一直看下去，看了2个小时。而且我真的觉得我活动前需要补充偶像能量，所以就会很常活动前去看偶像的舞台影片，就会觉得比较闪闪发亮的感觉，比较有自信。时间就是这样消失的，真的很好看，我真的就一直看，就觉得好有魅力哦，好闪亮哦，好，就是可以从看这个表演中得到力量的感觉。我真的懂你们哎，我懂了，就是从看这个表演中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得到很正能量的感觉。我都看欸， TWICE 看， AKB 也看，然后那个少女时代也在看，而且我是看他们超久以前的影片，好好看，我就看了2个小时，给你们看我的观看记录，真的很好笑。现在应该不会看到我的账号吧，反正就是看了看韩团 TWICE 少女时代，然后 AKB 的也在看，我真的是谢谢志豪的啾啾你哦，真的，我看了很多薄暮游记前辈的影片，哎，我觉得他的舞台魅力真的超厉害的，就是他好像后来也有开那种就是自己单独的演唱会，我觉得他一个人能够边唱边跳，而且是超级声唱的那种哦，我觉得很厉害耶，体力很好，超强，而且舞台魅力很感染那个带动现场的气氛，最后很好看，还看了 JKT 挺拔。哦，我昨天看到有一个影片，我觉得很感动哎，而且我看下面的人也觉得很感动。这个是 AKB48 的《那个飞机云》这首歌，《Hikoki Kumo》，《Hikoki Kumo》的，我不知道是哪一场演唱会啊，但是应该是蛮早期的。我觉得很看完很感动哎，就是大家很free 的在舞台上走动，然后现场的大家也是就是
感觉现场的大家的那个就是怎么说，很一心的为大家就是偶像应援，就是粉丝们也是很团结的感觉，然后再为台上的大家应援，就觉得很感动的影片，而且那个气氛很感染大家，觉得看完很开心。你知道这是哪一场演唱会？今天温度不冷吗？我觉得还好，超级多人的，感觉应该蛮久以前，因为马友，然后马友啊还在，高桥南也还在，所以应该蛮久以前。我真的很爱这首歌，我蛮喜欢这首歌的。这首歌是不是蛮好应援的？因为有那个毛巾，之前三周年的时候有表演过，真的很爱这首歌，觉得很好听。而且我看下面人也觉得很棒，就是下面有人说会场的一体感，然后就是偶像的大家也很自由的在走动，然后每一个人都对粉丝们很卖力的，就是传达那个很温柔的感觉。然后他说，不管是唱歌的还是应援的方式，都就是现场很热烈的一个大活动的氛围，然后很喜欢这样子 AKB， 我就觉得哇，很感动。在哪边看？我在 YouTube 上看的。我昨天就睡前，然后两个小时一直在看很多影片。反正偶尔就会这样子看两个小时。我发现好像是我大活动前就会需要补充偶像能量，我就会上网查很多舞台影片。我真的看了好多啊、我还看了那个，我查了我喜欢的歌，那个快速动体视力，然后 Ankyli Posta， 然后还看了那个伯木有纪前辈唱 Yokaze no Shiwaz， 然后还看了那个 Pale Owa Eme Laluto。我真的很，我也很爱这首歌，我真的超爱这首歌，这首歌也是我觉得超级偶像的歌。谢谢阿元的《浪漫樱花》，这首真的神曲。哈雷欧瓦，我也很喜欢看 Team 8的表演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那个氛围很开心吗？氛围很开心。沙滩全是我入坑，我真的很爱这首，推荐没有听过的人可以去听听看。AKB48 好像原本是 SKE， 是不是 SKE48 叫 Pale Owa Eme La Ludo。 Team 8渲染力，真的，我真的很爱 Team 8的演出，就是很努力，然后很大家很团结的感觉，真的很爱这首。但这应该也是蛮久以前，他们看起来很年纪很小，应该蛮久以前。2017年的时候，神曲。谢谢红，谢谢冰川神的浪漫玫瑰。我还看了 Waluki， 这影片都看不腻。那个 Waluki 我从就是 TP 刚成立的时候就直播的时候就在看了，然后看到现在，还看了 Gipa， 看了很多个版本，很喜欢渡边美优纪的 Waluki。就是每个人的 Waluki 都不同风格的感觉。Satoki， 哦，我还看了 Satoki， Satone 酱，超可爱的。不知
就是莫名其妙就会露出笑容，这就是偶像的魅力吗？这就是偶像的魅力吗？真的好好看哦，希望周末表演的时候也可以这，我也可以这么闪亮。希望我们周末也可以这么闪亮哦。跟我们看你一样，真的就是看你也会不自觉露出笑容。谢谢树的会员票。谢谢树，你最闪亮了。来放一点音乐好了。你大活动前都会，对，需要补充能量。我昨天看了 Twice 也觉得好好看哦，他们的舞台也好好看，就很好看，很。真的很带动现场气氛，好厉害哦！演唱会真的是很神奇耶。就是其实老实说，每次演唱会前都会想说，自己就是真的做得到吗？自己在台上看起来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就是因为我每次看偶像的演唱会，觉得哇，真的很闪亮、很厉害，然后很有气势，很气势很强。就可以带动现场那么多人气氛，就觉得很厉害。但是因为平常自己在舞蹈室练习的时候，就是便服，然后素颜嘛，然后镜看着镜子，就觉得嗯，这样子的表演真的那么厉害吗？真的做得到吗？就是真的会让大家觉得很好看的演出吗？就是每次上台前都会这样想。但是可能因为舞台的妆跟法。跟那个舞台效果也会加成嘛，所以就是整个下来就是一个很看起来是厉害的东西。但是因为有时候有些歌表演过蛮多次，然后也蛮久，就会想说，哎，这首歌表演起来真的是有这么厉害吗？被你气势杀死！我今天卷舌是怎么回事？念不好哎。谢谢树的魔力少女。职业倦怠没有职业倦怠，就是，毕竟有时候有些歌表演很多次，会变成一个习惯性反射动作的感觉，就会没有想那么多，但是觉得。演唱会前还是需要找回一下那个初心，就是很憧憬站上舞台的感觉跟向往舞台的感觉，所以需要看一下这些影片。谢谢 Derek 伟的掌声，我要来吃莲雾了。我已经连续吃了三天的莲雾，本来以为自己对这一团没那么热爱，但看了演唱会就会觉得真的超爱他们。减重吗？没有哎，没有在减重，只是我就是阿贝桑送了我很多莲雾，我就把它吃一吃。What is love？ 听 Twice 的 What is love？ 这首也是我觉得神曲。Love， 你有听到台下的扣声吗？真的很喜欢那种感觉。
还是我之后如果不当偶像的话，我去做演唱会啊，好喜欢演唱会的氛围哦。退居幕后的那一天，我去演唱会幕后好了，因为很喜欢演唱会的感觉，大家一起完成一件，就是一起努力完成一个作品，然后这么多人在喜爱着，很棒。谢谢乌鱼的缘分相遇。Is love。 品涵有做过热气球吗？没有哎。谢谢瑞的缘分相遇，请继续当偶像。会啦，周末就可以看到偶像。偶像的我们了，期待周日表演，紧张哎！那你觉得这颗比较酸？这颗比较酸哎。下班能看到平安真的超棒啊。对，我们见面会是晚上对吧？我觉得我见面会比较不紧张，比较那种跟大家一起同乐的感觉，但是我演唱会比较紧张，毕竟演唱会人比较多嘛，不是只有小组，就是感觉会后台很混乱，要冲来冲去，后台换衣服真的很紧张，有时候要赶着一两首歌要换完，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但是又得让它可能。后台要冲来冲去，希望我们周末的演唱会可以顺顺利利。匆忙的后台。你为什么冲来冲去？吓死我！他现在怎么这么兴奋？怎么这么兴奋？他要把我的东西弄倒。我们可能周末的演唱会后台就会跟牛奶糖一样这样冲来冲去，就会大概长得像这样子。牛奶糖还在，你怎么那么兴奋？你在开演唱会哦？好好的，冲来冲去，差点赢地主，差点，对，差点事故现场。我现在每天早上都被他踩醒。不过你在舞台的样子看不出紧张，其实上台前很紧张，但上台后就还好了。品涵上台前也会叫人帮忙拍背吗？会，超需要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，然后有时候就是需要身边的
朋友们给一点勇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告诉你做得到的，上台前会超需要，上台后直接变女王，镇压全场。你也是玩是吗？我是喜欢。我个人觉得人证很重要，人证提振士气，很喜欢上台前大家一起加油。最常拍品韩费的人是谁？公演的话应该是安安，因为公演第一首歌之前 reset 公演的话是，就是安安是站在我那同一个出场位置，然后在附近的人，所以。Reset 公演的话，最长的应该是安安或是一家，就站同一侧的安安一家人觉得好像最长的是安安欸，居然站在同一侧。其实通常就是身边有谁就会叫谁啦，所以演唱会的话就不一定看身边是谁。牵着我的花束看到诗雅特别好感，你们知道有时候上台前真的没有实感，就会很紧张，紧张到完全不真实，所以就是被拍背的话就是比较让你怎么说回到现实，很难解释，后排就是让你有实感，我真的等一下要上台，我现在站在这个台上等一下要上台了的感觉。有时候真的紧张到很想吐，然后紧张到很不真实，所以拍背就是让我比较集中精神嘛，比较集中精神。谢谢廷伟的浪漫樱花。这课真的比较烦。希望你们有机会登上大巨蛋。不是那颗太酸，是你太甜。好可爱哦，他们的结尾好可爱哦。我要听这首我喜欢的 AKB 的歌。你会自己约教室自己练吗？要看欸，可是通常会约其他成员一起练比较多，自己练好孤单哦。我通常会，我们会约自主，然后我通常是跟其他成员一起练比较多。我不喜欢自己一个练舞，我觉得太孤单了。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，就是大家一起练会效率比较快的人吗？就是自己一个，我不知道，我看不出我这个动作好不好，所以需要别人来帮我看一下，或是别人跟我说，你这边怎么样，应该会好一点。我觉得这样效率比较高。你不要再踩电脑了，奶糖。所以我比较喜欢跟大家一起，觉得效率比较高。而且通常我们的舞都是大家一起啊，所以自己练
的机会比较少，自己练我就会在家，对，就不用特地再多出门一趟，因为家里也有镜子，所以动作的部分自己练就会在家。但是通常约教室的话，就是要对一下大家的动作整不整齐跟走位，所以通常约教室的话就是大家一起走。没有跳到那么大力，我现在在美国上课，我刚做完今天功课，加油。这首歌是我之前去参加总选的时候认识的歌，然后就觉得很好听，就是然后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想到去走选的时候，就觉得很兴奋，对于周末的演唱会很兴奋。跳到上来看一就知道跳太大了。民国，我那时候真的好小哦，那时候真的很小，很没有经验，那时候真的很紧张。他比较有经验一点，我觉得比较能够享受舞台。以前有点太紧张了，就是一直在记东西的感觉。我还记得这首怎么跳，我记得我之前直播的时候是不是学过这首。谢谢明咒的甜蜜气泡水。谢谢 Alex 你的浪漫樱花。对，很久以前跳过。我和我的夏威夷朋友不会在同一所大学，没事的，你们会在别的地方相遇的。谢谢丁娟的香小之心，小恶魔。
Yuki 出披露，哎，我没有看过这个。他们可以出披露，看一下，感觉很有趣。为什么网络上都会有这些影片啊？从哪来的？因为现场不是不能录影吗？还是是纪录片什么的，然后别人放上来？因为比较啊，这首歌也是神曲，好可爱的歌。很认真在看东西，我在看舞台表现，学习一下表情什么的。你是不是饿？没有，我每次都会一直看他们的表演是怎么样表演的，学习一下。谢谢嘉伟的红玫瑰。我迷路可爱。谢谢嘉伟的红玫瑰。可爱的服装，我昨天就是这样看两个小时，大家知道我昨天什么状态吗？我昨天就是这个状态。幻影战士常常跟我说，他很喜欢你在台上提拉提拉的样子。谢谢，希望有给大家提拉提拉的感觉。几点睡？我昨天好像一点半吧，一点半睡。YouTube 不是点了一个，旁边就会推荐你类似的东西，然后就会一个接一个看下去。他真的会推荐你类似的东西。有两个小时能看，比较讶异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昨天居然就花了两个小时在看这些，也没有觉得浪费时间啊，也算是一种职业的那个补充嘛，对，也算是一种知识吸收，所以不算那个浪费时间。我在知识吸收，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看。Cheer up， 不是能量吸收，能量跟知识吸收。认真观摩，
你知道真的很爱看女团，我发现很多人比较喜欢看女团，就是觉得他们的表演很可爱漂亮，很有活力。也蛮有趣，谢谢好人的缘分相遇。内心是大叔吗？没有吧。女团是不管谁都爱看吧，女生男生都爱看啊。谢谢 N 的小鸡快跑。你觉得我吃不完两个？可是我洗了两个，因为它就剩两个，我想说太冰很麻烦。我问你啊，你们比较喜欢苹果还是莲雾啊？我比较喜欢莲雾，不知道它们口感有点像吗？苹果跟莲雾，我也喜欢莲雾，我不喜欢吃苹果，就是苹果口感很怪。就是苹果沙沙的，可是又没有莲雾那么多汁的感觉，莲雾比较多水。我也是莲雾派，虽然我知道苹果是好东西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吃苹果。我每次主动要吃苹果的时候，只是为了补充营养，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吃它。苹果的品种差异很大，但莲雾的英文叫 wax apple， 我比较喜欢莲雾。莲雾也沙沙，可是莲雾比较多汁。我很在意这种苹果能吃又难吃，我们会选择把苹果打成苹果牛奶。这么不想咬苹果是不是？谢谢包子的浓情蜜意。希望大家周末也可以这么大声帮我们应援哦，期待大家的应援，谢谢好好的香槟。要喊大声的喊品涵哦，在我唱歌的 part， 不要当二届哦，别人的 part 也在喊，在我唱歌的 part。
谢谢阿元的相守之心。看都很平安。平衡赚周姐，当然，毕竟我也是当了八年的 AKB 偶像，我也没有那么不了解，好吗？我也是有研究过的。虽然我一开始刚进来的时候没有对这个团体很熟悉，但是进来之后也有努力的研究过，还有看他们的演出，也觉得蛮喜欢他们的。我觉得我知道的算蛮多，就是我知道的成员，我觉得蛮多的，就是我都知道谁是谁。最近不太确定啊，但是以前的我知道。然后大比较大的东西我也知道，我也是以前曾经很每天在看的那种。算是另类股份，对啊，我也是有参与过一些他们的大活动，还是没有那么不了解他们。虽然我平常比较少聊 AKB， 但是内心还是喜欢跟了解。我们之中谁是二届？二届哦，应该不会在这吧？如果是二届，因为会被我赶走，所以在这边应该都不是。喊很多人的呢？喊很多人的算二届吗？那不就是滴滴而已吗？你知道那么多，那你知道我喜欢你吗？我知道。不气用太多。谢谢蓝雨星辰的浪漫一番，这首也是我喜欢的歌，不弃用太阳。我很想穿他们的这套衣服，哎，星空的那种感觉，是我喜欢的宇宙，很想穿哦，好好看。这套衣服好好看哦，是宇宙，哎，很想穿。苍苍的浪漫一花，真的有时候表演一些慢歌的时候也是，怎么说？我觉得我表演快歌的时候比较是那种享受当下的气氛，带动现场气氛，跟大家一起嗨。然后每次表演这种慢歌，比较有情感的歌的时候，就是会。比较想到跟大家的一些回忆，我觉得 我自己表演的时候是这样，就是表演这种慢歌的时候，比较会想起，比如说一起参加过的活动的画面。我觉得表演快歌跟慢歌不太一样的感觉吗？最近一路上也是跟大家一起经历蛮多事情，快八年了，2015、2016、2017、2018、2019、2020、2021，八年，你能够想象吗？真的很
没想过自己会当这么久的偶像，就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做同一件事这么久。很有趣，谢谢柯智的猪猪你啊。谢谢 TTP 棒场的爱你会员票。每次在台上的时候，就想说真的是很感谢有大家在，就是真的是有大家在才有这样子成长到现在的我。八年，谢谢大家，好久哦，因为我想着觉得好，真的好久哦。从小朋友的时候进来，到现在已经长大了。进来的时候还很婴儿肥，好好笑，也是蛮有趣的回忆。虽然可能大家也不是初代的那些粉丝，或许有些是，或许有些不是，但是觉得还是很感谢大家。大家没有看到以前的我，真的太可惜了，很幼，胖胖这边胖胖的。真的太可惜了，谢谢水锤的掌声鼓励，但讲话还是一上图之人，当初也没想过你们会存在这么久，真的哎，真的是没有想过，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当这么久。是什么支撑下来的？就是你们突然告白，突然对大家告白，就是你们。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你们，因为我其实不是那么外向的人，对于演艺活动真的没有到这么放开跟享受，但是真的每一次舞台表演的时候都是我觉得我当偶像最开心的事情，所以也算是就是因为有，就是真的是因为有大家在才有办法八年。对，就是很还是很喜欢舞台活动的演出演唱会什么的，算是有大家在才支撑下来的啦。其实一次演唱会可以撑个两年，一次演唱会撑两年，所以每年都会有那个周年演唱会嘛。对，就是这个东西支撑我，就很喜欢舞台表演。我也喜欢这首《远距离海报》，之前好像那个有表演过 ，Mini Concert。听到的说法是三年就算成功。好爱这首，这首是超级偶像。闪耀的歌，AKB 有让你晕船的成员吗？有啊，很多，我超喜欢的，小丽有前辈，然后伯木有些前辈，很喜欢他们的表演，就是很闪亮的感觉。好怀念哦，希望有机会再跳这首，好喜欢这首。哒哒哒，你不要再切掉我的歌了，奶头。五年差不多就是要找回初心的时期。
谢 Hoin 的浪漫音波。海木满有让你晕船的前辈吗？有啊，那个我觉得 Nana 也蛮可爱的，飞鸟也蛮可爱的。怎么感觉今天的你很感性？可能因为我昨天看了很多偶像舞台的影片，那个有点回忆，就是想起一路上的舞台，就是有点那个触动到我的心。可能是我昨天看太多舞台影片了，回忆起以前的每一场活动表演，然后周末又要演唱会，所以特别的，你知道那个心情。可能是演唱会前症候群，演唱会前太紧张，所以情绪很复杂，对，情绪有点复杂，情绪很乱，那个波动，情绪的波动很大。原来是演唱会前会怀旧，对，真的一段时间就会这样子，一段时间就会怀旧以前。真的很喜欢之前去那个 Asia Fest 的时候啊之类，真的很好玩，真的觉得演唱会真的是很好玩的东西。而且每次的收获都不太一样，因为每次表演的歌跟旁边的人站的不一样嘛，然后现场粉丝坐的位置也不一样，场地也不一样，所以就每次都不同的收获。上次你怀旧应该是前球歌的，真的很有趣。我觉得我要来卸个指甲，就是把我的指甲卸一下。这真的是在台上的人才能理解是什么感觉，这样子分享大家应该也很难体会我们的心情。其实我觉得我都真的很佩服每一位能够站在舞台上的偶像们，因为自己是表演的人，知道在台上的那个要面对那么多人的压力，然后要脑中其实在台上要想很多事，就是那个精神压力我觉得蛮可怕，可是表演后又觉得很开心，所以很佩服每一次在各种站在台上的偶像，因为整场演唱会下来，其实要记的东西也不少，就是尤其我们又是这么多人的团体，那个站位啊、歌词啊。人个性也有差，可能现在应该也能想，现在很想出来。怎么说？虽然紧张是一定会有的，不可能完全不紧张，但是还是很蛮喜欢在台上表演，就是不会讨厌这件事，蛮开心的，是开心的。之前 Asia Fest 唱过，
听。其实我喜欢蛮多歌都不是主打歌耶，我觉得他们很多不是主打歌的歌都蛮好听，有一些公演曲蛮好听。我拼错了吗？我想找一首歌，但找不到。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这首也是我喜欢的歌，这首我没有跳到，我觉得很可惜。之前好像也是 HRFX， 然后有些成员有跳到这首 Honest Toma。牛奶糖怎么感觉很好，哦，它蛮黏人的，我觉得它蛮黏人的。你看我的爱心卸不掉，很难卸。
支持品涵跟李佳前面跳这首，这首衣服很厉害。大家应该也很爱这首歌吧？衣服很厉害。小魔球加韩寒跳，跳的时候还要完整布置，那也要有那样子的衣服啊，那个衣服很厉害啊。你想看品涵跟林杰来个竞技的了？我也喜欢 HKT 的歌，就 HKT 的歌很好听。HKT， 怎么突然要卸指甲？因为我要去弄别的指甲，所以我要先把我之前涂的卸掉。谢谢博纯的文手礼。我要一出的一起把你为难我的世界我的世界我只是在随便哼歌而已。希望周末也能带给大家力量哦，好听，就像我看影片获得力量一样。希望周末也，你们看我们也可以这样。好多棉絮好痒。我在美国上课最喜欢听你们 AKB48 听，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希望有让你想起家乡。
水味道好重。谢谢阿元的荧光棒。美国饶舌歌都听你，最近常听的是 AKB 粉可以听 TP 的歌，谢谢。挑战一下饶舌吗？我不行吧，我最大的极限就是 Be Somebody 里面那一段了。美甲师做新的不会帮忙卸妆，我想说我先卸一卸，这样比较快。怕麻烦别人，对啊，我想说这样比较快。反正我这个不是在他那边做的，是我自己涂的，应该麻烦别人不会好意思。虽然他应该是会免费卸了。今天如果有发文，可以透露发什么吗？今天应该是也是雪景吧。可是我还没想好我的内文要打什么。当当当，你爱给家里面弄 juice。 你真的就是学姐，真的吗？给你加评论。我也有分享你们的歌给我的夏威夷朋友听。谢谢。真的看不腻，多发一点。真的吗？我怕我发太多，大家看腻学姐。第四季没弄卷，超晚，今天开到一点半，差不多快结束。留言夸夸什么？哎，你们留言真的是越来越厉害，觉得很有趣。
留言选拔超有趣。柠檬酒，这个指甲油真的好难卸哦，我以后不会再涂了。我忘记它这么难卸了。写了吗？趁现在再提醒一波，写病情还没。记得指定我的声写哟。优良压现在，那你要算好时间啊，不要没有定到。既然你都提醒了，只好再来十包。你很棒，三角形，再来十包。周末看完演唱会会聚餐吗？你们周末看完演唱会要去哪？你们要去吃什么？你们要去吃什么？热炒吗？热炒，好棒哦！礼拜六要去吃热炒，你们吃哪一间？随便找一间。挺恒要跟吗？可以吗？好想吃热炒哦。星期六吃热炒。帮你们订一桌。品韩公演完会吃什么？不一定哎，有时候会吃火锅，有时候吃海底捞，有时候肉炒，有时候拉面，不一定。就是吃想吃的东西，因为公演完很累，所以会去吃想吃的东西。应该会吃我吧？你怎么还没被 ban 啊？三角形，我也是蛮意外的。你怎么还没被 ban 啊？
谢谢 Red 的 Junior 哦。缘分相遇，每次听到这首都会抖一下，有 PTSD， 真的很好听。不要吃热炒，金佑问你，要不要吃热炒？帮我吃热炒。金佑问，热炒一定要吃的吧？期待周末跟大家见面，要大声应援哦！难得的演唱会是在这么棒的场地，大家一定不能留下遗憾，好吗？完了，应该没有伤到指甲吧？卸完了，好多棉絮。恭喜卸完，那我先来念排名哦。赶紧啊！大家周末见，我先念排名哦。第十名金佑，第九国成，第八柯基宇，第七好人，第六庄仪，第五树，第四好豪，第三包子。第二名咒第一瑞，恭喜瑞名咒跟包子可以指定啦。今天前两名平常比较少看到，瑞跟名咒，欢迎指定哦。还有包子，谢谢一纯的缘分相遇。所以我该少出现没有啊？包子很常出现，我也很开心。看到包子就开心了，你说是吧，包子？
选指定嘟嘴品牌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指定部分请施压我，内容随你。好，看一下，先 read 好了。嘟嘴品牌。谢谢 Ray， 是要包子吗？包子是你随便我内容的哦。那我真的要施压喽，包子，你说随我哦，我不客气喽。真的，我不客气喽，包子。谁叫你那么随便我，所以我要施压，真的可以吗？包子，如果你那么喜欢我的话，要指定在十包升起啊！这算施压吗？如果你不指定我的话，你就。这算施压吗？如果你够喜欢我，你就会再指定我。长大了，这个施压很实在。不指定就真的太碎了吧。谢谢包子，包子我大大，你前面打了这么大的预防针，结果就这样而已吗？那二十包，包子我大大啦，十包太少，二十包，直接三成，包子自己说要施压的。谢谢包子大大，包子是我老大，以后都听你的了，包子。成交，包子不愧是包子，这么爱平衡。包子终于找到主，谢谢包子的指定，爱你哟，包子。会，我周末会给大家大大的饭赏，尤其是包子。包子坐哪？给你饭赏。我再施压你一个，就是周末要大声的帮我喊。不喊扣就不爱平衡，不喊扣就不爱我。谢谢包子。好好，还有一位民众要指定什么呢？可以换我告白吗？可以、啊，那包子就成交了哦。你可以再艾特我，我就会知道你很爱我。可以换我告白，明咒是吧？还有明咒是初次见面的朋友吗？不太确定，之前好像没有看过。你好，真的很喜欢明咒哟。希望你之后也常来看直播，继续爱平衡，耶、yeah ！谢谢明咒。谢谢。星期日要大喊的。
又要晕染。电鳗，那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咯。谢谢大家，周末见。好兴奋哦，好紧张哦，希望我不要忘记压线的时间。说到做到，包子，我大大。好紧张，好期待哦！大家周末见哦，记得大声帮我喊扣哦，然后声血不要忘记指定哦，特别是包子哦。我记得了，拜拜，周末见，周末见。还有两分钟。谢谢 Lucy 和玫瑰，大家拜拜。还没啦，还有两分钟，骗你们的。好久没有玩这个游戏了。其实是你时间没看好吧？你怎么这么诚实的说出来了呢，命？你怎么说出来了？我以为不会被发现。你怎么说出来了呢？猜我台。谢谢命的掌声。谢谢命，还有一分钟。命就是不接不接。被拆台了，好尴尬哦。再一下下五分钟，骗了大家时间，也骗了我的爱情，好坏好棉，这样也在爱哦，三角形。好好笑，你真的好好笑！谢谢 Easy Lover 的浪漫樱花。好啦，差不多了，真的要结束了，大家拜拜，周末见！周末记得让我们听到最大声的扣声哦。四周年呢，一定要嗨到爆的！四周年，但是我的八年了，我的八周年，加油！周末见啦，记得也要指定我的声写哟，拜拜，拜啦大家。